这时候可以带化妆，那你觉得小熊吧，哦，带化妆。大明集团客串什么样的角色？总经理，对，是我一点，然后就老板，可以安排第四个小时团副主席。对，我现在还是要说国贤哥，要演我的老板。而且我听说本来要叫我杨爸爸，那我想说应该是很不适合啦，对啊，这个高度哦，你看我们坐在那边，我不敢站起来，原因大家知道为什么？站起来太丢脸了，还是要站好的。对，所以还是演老板好。现在要演一个互看，我们要站在就是彼此之间对立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发现一些小小的遗忘，就是我们要互看的时候会。有一种奇怪的情愫这样子。好，看见了。变调。应该是对立关系啊，不是对立关系，绝对不是，不是完全不是。老板就是他们的基友关系。杨大哥，你说。要气管系还是要化学系？
你帮我选择气管和化学，住院和照顾，选一个。我不知道，但选不出来，所以我就先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他们刚刚就在说你那个脸呢。刚刚哎。没有啊，就是反正就是这一场。所以我应该会被大家觉得坏坏。对。喂，刘伟，我来看。他就是发生这种事，他就会发生这种事。MV。对镜头解释一下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谢谢你。只要一开拍就有一种奇怪的活力 ，roll 的时候压力就很大，多少会有一点。然后就是这样，放松做这种事情都会比较好，因为是需要一点紧张，我是属于需要放松一点。摔到分手 That's only it 他在极限了。这你们刚才在录这个吗？所以这场就这样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们前面都不认识，几乎都坐他们的车，然后也会去他的房间啊，我们就会聊一些，不管是私生活也好，或者是剧本也好啊，都就会进来聊天，这样才可以觉得收得比较快。是，对。特别，还是从身上。这是上面。不怕不会，好怕不会啊。哎，这是可以上面。看那个笔会变得很 Q 这样子，那个是我们国中在玩的，笔看起来变得很 Q。哎呦！哇，好强啊！这个没在读书就是会这样，这好背下来哇。这里要动。要把它写到对就对了啦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四个字。第一个字。什么字？什么字？衣服不是，脸不是，金金。第二个字。屁股不是在里面。是刚拿对对对。第三个字。战，第四个字是金刚战士。金刚战士，狗的话就是像这样，那像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样哪会痛？没有啊，不会啊。他反过来，来这个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的脚在这边，你的脚在这边，好，脚在这边，你的头在这边，嗯。躺着，哦，类似这样子哦。不是，你夹过来，你脚要伸过去，夹着，都要过来。对，应该是要夹着，夹着你脚，哎，你脚要上来，上面，不是下面，上面。孟耿如，
我要抱你，两只脚这样子脚上来。哦，天哪，你会不会啊？我就不会啊。然后这只折过去，这样子啊？对，这样子啊？对，没有没有，姿势不对，你的姿势不对，我看一下我看。感觉我这样很可爱。我要做什么？我怎么要重操旧业？你等一下，你的脚要转过来，应该转到画面上面，应该脚要转过来。然后是哪边啊？我想一下，我有点忘了。有人看那个日本摔跤的有没有？我记得是这样，有一个是这样子的。有一个什么绳？有一个这个十字固定吧？我忘记，我怎么会忘记十字固定呢？正啊，是这样，这个是哎，这个还蛮好玩，这个是这样。好 ，Yes， 天哪，对，阿里，你往前往前压，还脖子肋骨这样，嗯，对，但是那个是要勒脖子。这个我身体啊，你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然后勒脖子这样，对，往上。其实只要做动作就可以。小板好痛哦，不行，不，先假装一下。好，你做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脚把它过这边就不会那么痛，你这个不要跪它，对对对，假装一下，对假装这样它就不会那么痛。然后这样，对。对，在那边会痛吗？你不在那边求饶，好好好，就是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点油。好。你怕被我甩，是因为我想要跟你掰。我只想要单翻到的马里戈壁。我们还是恰克与飞鸟哎，不是那个尤克里里吧？你在这里等哦。要补妆先补哦。上去了，阿良有几个人帮我帮我拉啊？好，好，在发抖，还好吗？还好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下巴在抖。我们要告高师美环境。把他拉得好啊，然后他就撞墙啊，因为他露牙哎，实际上蛮紧张的，对，其实前几天觉得还好，等一下，但是一到现场就觉得真的有点紧张哎，希望等下可以顺顺利利。那我先脚先帮你勾好，所以你是轻的抱起来往前走，是这样位置哈。有点难解，对，就是他们觉得有点难解。OK， 好，刚才先。对，我觉得可以节奏的快一点。四、三、二。好，这个要再激烈一点哦。好好好。算是。收工啦。紧张啊，应该是没有这一类的戏了啦。啊，其他的戏好好的做自己就对了。四、三、二、走。工作人员们，大家就是很辛苦的，这样子要。在路上推着一台车子，其实玩久还蛮晕的，导演也快吐了。我现在站起来，我觉得不舒服，有点。
蛮晕的，主要是这个车拍这样，像我们刚刚就总共旋转了差不多，刚好没有看到那个，对啊，对，好像，哇，我这个360度的这个情况，对，我真的蛮晕的，蛮晕的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转，我还 OK， 他蛮晕的，他蛮吐。他在车子里面会感觉转很快吗？快是不会，只是一直转，对，转我们转蛮多圈的，哦对啊，应该转了，哦50-60圈了，对，真是蛮晕。今天觉得很开心，因为终于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，有新的戏剧作品。然后大家也知道，我相隔4年很久没有拍戏，很久没有发专辑，那终于发行了我的专辑《Real》。然后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问，那那个什么时候要演戏？那其实当时我就说，等我专心的发片完之后，我就会投入在戏剧里面。所以说，短短的几个月发了专辑，马上连接着无缝接轨的有戏剧的这个作品即将要推出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要开始了，打开没有？心情其实还蛮期待的，因为这次主要跟很多以前的老战友一起合作之外，然后也跟很久没有演戏的周汤豪一起演戏。之前我们其实没有认识，然后我觉得会有很新的火花。就很突然要到中南部拍，然后又是接到这个一早很大，然后现在我们还在拍宣传照。我唯一担心的是，像是到时候都会拉到，所以我自己对于这方面蛮期待，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的竞争。是不是太会？因为很容易剧组的感情会因为这样变好，大家的默契都会比较好。对，开镜，对，那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这边的团队大家相处得很好，但是因为刚刚那几个访问的时候啊。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，是不是我们像里面的角色一样，就是霸权的玩家？对，我要自己好好的保护好自己。对，那好好的反应，希望大家都可以。为什么马上变角色？扛住我！哈哈哈哈哈！有没有在深层的？对啊，对啊，不会想过多东西，但是很好进入状态。但我比较担心的是，我从来没有拍戏要离开家里这么久，所以其实我还蛮担心的，因为我在开拍之前有点焦虑症，因为我觉得哇，我要离开我的朋友，然后如果我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要跟就是没有人会在我身边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远啊，在彰化南投。大家没有心思都才会下来的。我那个时候一直相信，美好的时间会在未来不停的出现。只是走了这么远，回头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有。我想要约大家。在那6个人的永恒时间，我们中午见。如果你的智商高一点，你就不会把感情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这么多年，而且还都没有进展。我也是很认真的暗恋一个人啊，喜欢一个人这么久也是很了不起啊。没事，赵宇，你有没有真的爱过一个人啊？你为什么要亲我，要跟我上床？只会不是不知道不讲，你连面对我你都不敢。我最近常常想起大家一起玩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永恒时间，这边的时间由我们决定，只要是我们觉得珍贵的时刻，那刻就是永恒。那如果很多人想要留恋的时间怎么办？那我们很幸运啊，我们拥有很多珍贵的永恒时间。我好想念我们在这边的永恒时间哦！啊！你是谁啊？石兆宇，你是变态啊！你特地冲进来就是为了看若明内裤吗？色情狂，不要脸！
哎，你觉得历史可以被改变吗？不变怎么样？有工作吗？有钱吗？有没有女朋友？脱离在世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脱离。未来施兆宇被困在2007了，听得到吗？下一场世界杯篮球赛就是冠军赛，我们把球赛当作赌注。Robbie， 俊任和上次看你内裤的施兆宇在打赌，哎，看谁可以先追你。真的假的？大家那场篮球赛，你输了。当年要不是我手滑，我一定。你一定怎么样啊？一定能进吗？后悔的事就改变，遗憾的事就是能懂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的世界里还是只有你，每天跟在你后面跑。我也想要有一个全新不一样属于我自己的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蔚婷，请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钟楼爱人哦。